的很珍贵。对，感恩你哦，阿弥陀佛哦。光缓缓上升，就如同我们日中一时，太阳也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光明照亮人间。新角台湾第十八天，比丘尼出家人神团，秉持着佛日中一时，十方诸佛都是日中一时，从学习淬炼，找回。清净在人间，在自身，阿弥陀佛。